度训练。第一个练习，呼吸和眼神。深沉的呼吸特点形成敦煌舞的特殊韵律，丰富的眼神能揭示不同性格、不同情绪的心理状态，两者紧密结合，这是敦煌舞的重要元素之一。呼吸有慢速的和快速的，先做深沉慢速的呼吸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做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快速跳跃的呼吸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眼神有两种，端庄温婉的眼神和活泼跳跃的眼神。慢速的端庄的眼神从平视到正上方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抬起来，向下，五、六，向下，七、八，到平视，一、二，平视到侧视，一、二、三，回到中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回到中间，下环视到上斜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上环视到下环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快速跳跃的分下斜、上斜、侧视，连起来做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